有一天跟爸妈真的不行了，同门的投钱说，哎，这个可能要跟你拿一点钱，这样好饿啊，我真的撑不下去。阿妈寄了10000块给我，就有一个人拿了一个刀硬扒着我，然后钱就被掏光了。我从16岁到现在，我没有跟家里拿过任何一毛钱。听说我跟我妈拿了10000，然后你现在用这个话来，今天晚上10点，警长跟班。